哎，水上有钱可以捡了，我去捡钱。金蛋子啊，巧克力来了、哦，一组哎、欸，一组的钱。哎、欸，要不要赌博？时间快到喽。快到了，我还剩一些些啦，等等，我过不去啊！来啦，回来啦！剩下一点时间，让我赌个，你赌，失效了，我的，哎、欸、哎、啊，有掉了，哎、欸，商人哦，啊，商人隐形了，商人呢？商人隐形了，我也要赌，都点不到商人了。钱都领出来了，最后几只呗。好，我点到。好，我给你啊。没办法，你们赌到最后是那给小雨赌啊，给小雨赌。哎呦，这么同时，哎呦，小雨这边、欸、一样哎。好，你们就赌。哦，好猛哦。在哪里啊？我剩一组的钱，刚刚还有500块，希望他不要领出来。希望他来不及。刚来不及，还有10秒钟，希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。让我游到就好，让我游到就扎他。游到就好。最后再一下，耶！哇，好像到不了，到不了，耶！来来来，我还有30块，谁好玩？我还有29块，光卡在哪里？192块，啊！钱抽走啦，钱抽到马桶里面去啦！这里，在我手上，在我这里64个，这里64个，我玩一下，好，在哪里？啊，死灵法师，死灵法师，这边，对，自哎，这人，燕子桂林，啊，对，那个，哎，小雨，你按准备了吗？还没，再扣150，扣150，还有4块钱，还有4块钱，准备啦，我这里剩34块，等一下，钱冲走啦，钱，他们在等，冲马桶冲走了，在等啦，还是按的吧。等一下，他们钱，充钱，没了，没了啦，好啦，没了吧？要是你最后500亿也没花，没上。我拉他一下。500亿，你最后想要存个大富豪？原来是想存大富豪的。不管了，就只是要大富豪。要大富豪，王国啦。我有一直帮你们弄勾那个。哈气繁星一直隐形下，哈气很隐形，我才赢一次哎、欸，都是哈气啊，几乎都是哈气，我两次。重点是哈气隐形我都看不到，繁星来的时候就哎、欸，地板上有血血在飞，哦，有人来了，血血在飞。哈气，你有一次穿装哎、欸，啊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发光了，所以我干脆穿装了。哦，而且其实泱泱告诉你一个小 tip 哦、嗯，你站在那个你们的保险箱附近有人靠近的话，保险箱会消失。哦，真假的？干嘛告诉他？都这样子哇，还不讲？哇塞！我也是刚才知道，刚刚才发现的。自己讲的，你这个间谍。我们这队就只有他知道这件事。对，新大陆。你过来，我们这队你也不跟我们讲啊。欸、第二天都在等你啊，二零零。原来是双面间谍啊！啊，欸、我们第一天找时机炸、啊。你的时机太久了、啊，第三天都无法挽回了。六打是很辛苦啊，路都被堵住了，因为他们盖的那个路其实盖对了，我们盖错了。嗯，我们盖那里完全射不下去啊，都是那个。对，就是你们可能射一发就下去了，啊，你们是有屏障。对，这个屏障真的是。完全射不下去，啊、我想奇怪，明明都射中了，下不去，因为旁边有屏障，被挡住了，下不去。应该反过来用那个 TNT 那个手榴弹炸，对啊，把路炸掉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投太快了，我们全部投到20那个音乐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原本是要第一天就投20的，就没想到第一天就想把它投回去了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我们那边马上投完，它会挑一个准备完成。然后刚好要按下去的时候，他跳行，跳到变成音乐 QQ， 意外因此得到优势，是吗？对，所以200根本就已经现行了，你就可以直接做事一整天啦。他，你应该回来，他有把钱给我们国王啊。我当时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200你没有，你没机会了。他还在想洗心呢、啊，想洗心。因为当时风向就转到船团还有繁星了。
没有我啊，一直都是你们两个啊。其实二零一讲到你开始紧张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怀疑你。对啊，太明显了，跟杰克一样紧张，紧张就在。你知道我今天是开嘴，今天开嘴，哇，今天这么凶，真的。讲又我了哦，这样吗？那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完全在内乱，一看到他三十万都快哭出来。哇！我帮他完全铺路铺的好好的，然后看小雨游泳过来，我还把小雨挡住他，挡他5到10秒，然后杨海来。我已经这样很快了。我完全在内乱。哎呀，你都不动，都在家里这样，因为不好玩吧？他说他那个、啊、技能在技能好的时候，欸、至少他会丢了、欸。对啊，我就看到后面就说杨洋学坏了，他丢 TNT， 他学坏了。对，刚好身上有那 AA， 他的技能时机都放得很好。对，然后我就看哈他只是没有技能，他就哪都不敢去。好，那你知道可以做工做工。好，我做工。家里是。然后做了一辈子，我说你工好了没？还没。然后杰克都说我有一把，我说为什么你有？他说还没好。把强势出来哦！有了，我一直死，那弓都一直没，还有4把弓在我这啊，太多了吧？会不会拿走了？就一直不小心死，一直不小心死。哈气那这种吓到我，整个大的啊，然后又怎么死的？这一队有诅咒，干嘛、啊？从头惨到尾，哈气这次团结一条线，哎，那就观众场时间，好，我们是哪一个、啊？来，我去让他们进来。你来挡。对哦，你可以蓝队啊，你蓝队啊，你去蓝队。是我是间谍啦。为什么要灰狼？慢。好，不然嘞。装饰啊！玩到哦，玩到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再一场，我们全部再踩进去就好了吧？还好。再一场装饰哦。所以哈基杰克团团音乐再踩一次，好，再踩一次，踩了，没事，对，我刚好按到那个吧，随机分队，我还好随机分队，还好没按到开始游戏，有点尴尬。团团你要干嘛？装饰啊，哦，装饰，现在还讲求美观了，两条路，一条路是捷径，一条路是最慢的这种。然后就铺超远，不？这样子，是捷径吗？没有，这对啊，这个超慢的这条啊，超慢。你要么就跑酷，要么就是慢慢来，对。啊，喂，好了。哎，在被黏住的情况下不能跳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可以啊，可以跳，很、哦、可以，就是没什么感觉的跳。哦、oh, ，对，没什么感觉的跳。那我可不可以？对啊，想到这样子。这样子不行，这样子将会掉下去哦。如果提前跳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那没办法、oh. 哦，所以没办法打空格。前面这一格应该可以吧？最过分的是这样子，第一格应该可以，第一格可以。这掉下去会很难过哎。老板，那么这样好不好？这样粘多久啊？没有，这样子一样啊。在正常下去应该会上来吧？对啊，我在测试。上来吗？陷得下去？陷不下去。挡住了！啊，在颤抖啊！这个格子，我跳不起来啊！这一定跳不起来啊！这不行吧？你往上看看。不行啊！这边不行，这边不行。不行。那边会掉。跳不起来了、啊。可能就是前一格要打掉，不要蜘蛛网才能有办法。嗯。Yeah, 下沉。那这样子，这下面就不用这个啦。那如果这样嘞？下面放史莱姆。如果这样，可以，应该有没有办法过去呢？你有没有办法过去呢？有没有办法呢？啊！脚趾头放大，脚趾头放大了！直接下去，这个好坏哦，这超坏的。这可以啦，滑得过去啊！你没跳，只是要按序。你要下去过不去了，完了，拜拜拜拜，下面一位。哎，可是卡在这边啊！辅导作者要下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很快，拜拜，还只能慢慢下去，不能快速下去，真的。
下面一位。那我觉得也不用这个吧。对啊，都差不多两个了，两个多，对吧、啊？这样还早点死哎、欸。这条路要跑到哪里去啊？怎么还没有终点啊？太远了吧！太远了吧！等一下，这条路，哇！我靠！你们跑酷这耐力大赛吧？耐力赛，超远，这是铁人三项吧？超远，这走几格啊？看你要慢慢跑呢，还是要慢慢跳呢？走几格啊？看一下。超坏！这边是四百，这边是400，X 轴是400，起点那边是多少啊？的蜘蛛网，我看一下。起点、啊，太过分了。X 还是那个 X？哎，他起点太坏了啦！没有，很简单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两百多格哎，可以。你是不是在吃东西啊？没有，没有吃糖果，绝对没有，没有。哎呦，怎么可以吃东西啊？对啊，哦，看你开心吗？哎，啊，哭狗都干了哦。哎呦，讲一讲，我都饿了呢。哎呦，作者辅导作者可以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过去了。吃东西不要讲话，小雨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不，后面那个不。他应该跳不起来吧？哇！失败了！阻止他，阻止他，等我施工完毕再说。完毕？那个是谁？哎，这样好像比较好哎，直接让他们死个痛快。哎，这沙你跳不上来啦！我不能直接走啦，要跳一下啦，对啦，要跳一下。傻傻的。啊，只有一个人有耐心慢慢跑这个啊？对，太远了啦，这个、欸。你后面还给他这个也太坏了吧？不是啊，他根本不确定前面可不可以跑啊。对啊，可以的，真的啦，他根本看不到终点，超远啊！你跳得开最大都看不到了，这个也要跑、啊。好累哦，挑战未知的失误。对啊，这好累哦。哎、欸，跳开。这里不想一个失误就看看，拜拜啊！哇！回头他回得去，他回得去，可以可以回去。哇！跑的功亏一篑，糟了，掉下去了，超远，这个也太难了，够高，用你的脚趾头，哎，太厉害了，耶，过去了。厉害！哎、欸，这个要下去了，这下去了，拜！傻傻的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拜！七千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跳，不要！洋洋喜欢的地狱，好不好？嗯，有生活的就给你地狱啊！他是往右边滑了，想赶快解脱吧，想快点离开这里。对对对，想说既然都黏到了，我们就早点解脱。哦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我觉得那个人还没跑完呢，还在跑吗？很远哎。太慢了，给他个加速来了，太累了吧？我都快跑到了，来加速，只会跑到快跑到，然后就被传走了，没有？直接泪哭，加速啊！加速作者，来加速，冲啊！喷水掉下去了，恶魔吗？冲啊！超坏。来哦，七千分，嗯，好，地狱，好 ，OK， 打死，哎呦，这是我 ，Go， 好，是谁？哇，不想要当作者，不想要，拿米，作者，我们去炸作者，我要去找他们的宝藏，我想当炸弹兵了，宝藏喽，悲伤。可以当国皇炸弹兵，好，挂了吧？那我就冲了，好可怕！四十，给你，嗨，小雨，嗨，哎，那，给你附魔金苹果，哎，等下，三十几了，三十几了，拿宝藏了，你干嘛那么深啊，团团？太深了，你那我先上去了，把我弄太深了，团团，这样子。你带回去，怪怪的。原来你给我两个金，带回去，带回去。我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我懂了。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受不了了。小雨先给你，小雨先给你，两个就十分了。他们六块喽。两个在干嘛？分。他们六块钱喽啊！小雨怎么挖一半直接往下挖啊？七分。
这边这边，哇，你在喊分数哎、欸，分数都被你吸走了，吸光了，去哪了？哇，十分了，吸什么？快上去，快上去，快上去，上去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反弹，我在你附近一分都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你我输了呀？有了有了，你一分了，你一分了，你给我把我的金苹果还回来。家里秘宝是不是没拿？家里拿了，我拿了，真的。我成功帮他们的矿坑灌浆了，塞到团团的深处，就是我跟团团到很深的地方、哎。对，然后把它弄到很深的地方，塞到团团的深处。嗯，对，我没有啊。下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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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，你什么下去了？灌浆了，这里是不是很穷啊？好穷哦，这国家也有毛病啊，太穷了，灌浆了。你为什么要自己显现我最近的抽卡运？你怎么挖走了？你怎么这样挖走了？咖喱杯坏机哦！一百三，小雨，哇塞！他偷我钱！顾大贵分一下。你刚刚不要，现在又要，你怎么会吃回锅肉？好，我也要吃，我也要吃。你也要吃回锅肉？你怎么就一块啊？原来啊，谁？我在他们家玩啊，我在帮。哎、欸，他们更快哎、欸，他们。